现在呢，一共是六个标。对。四有50%的可能性中标，也有50%的可能性得弊。选一二三呢，就是每一个的几率都非常的渺茫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他们刚才没有挪动盒子，所以就选四。三号自己摆完了之后选了四号，十号窥探了之后还选了四号。如果前两个都是看知道四号盒子里是标的话，嗯，那就最多有两个。所以所以建议用搜刮，对不对？最多只有两个，搜刮搜刮。谁要搜刮这么猛？咱们俩就是不管了。三二一，走，拿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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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锅都掀了，厉害厉害厉害！这是石凯能干出来，海皇能干出来的事。搜刮它赌的成分很大，这个是需要很大勇气的。我觉得这个是很高光的时刻。那他俩白看了。对啊，对啊，等于浪费了，对吧？对。等于他们的这个窥视真的帮了石凯他们了。哎呀哎呀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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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两种方案，一种方案是我们放小丑，另外一种方案就是我们把三个金币放在这边，我们选一个有两个标的，让他们先选，然后我们第四个选肯定拿不到我们手上，那这样子就可以去指一下。敢不敢下一轮三个标放在里面，然后你选哪个，我窥探哪个，那我们俩都选哪个？四号位去直接开了，然后大家一起下班。现在有点，那我就赢。哎呀，对啊，你这个想的，我不敢相信我听到了什么，我都不好意思，听我自己聊。他出门只带了嘴里。其实可以考虑的。跟他聊。对。就是说，哎呀，跟你聊会儿，好无聊啊！就是困了，吃饭吃的一上来那个头就有点晕饭，太明显了。不是，这样，我在这儿，你跟我聊，你跟我聊会儿。没办法，不是因为我这个，哎，不是王磊，这样，不是因为我这是我的职责，你知道吗？你就不能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后面还有人呢？哪有人？哎呀，不是，我跟你讲，这样，你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可以吗？不是，等你一句话，少一少，少一少。小何，但是我们有的聊，有的聊吗？那你们是吧？想要什么信息？想金币的位置的信息吗？这轮是这样子啊，如果我要去放金币的话呢，我大概率是自己拿不到这个金币。对啊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因为拿不到，所以给我拿吗？如果要达成这样的合作，我要先选一个是标的，然后告诉你们哪个是金币。然后你们去搜刮，对。那你们什么时候还我们？从顺序来讲，一定是过不了。我会在以后的各个时候，明年春节我给你拜年，送上祝福。别别别，我给你送。哎呀，腰子被撞了，别聊了。啊，放完了，放完了，放完了。我们做主，我做主，聊半天白聊，我跟你。白聊，你们没找到话事人，我是，他是我们的大票。OK。我们用那个钻石小丑。Yes。他们用了钻石小丑，钻石小丑他是靠小丑去吸金币嘛？对啊，可以让领先的玩家把金币给减少的。如果是三个箱内均有暗器，可将其中一个箱内的所有暗器秘密取出，改放小丑。现在场上的变化是有一个是。有一个钻石，有一个是有钻石的，有两 个是有标 的，还有一个是小丑的。
我们拿一号。猜吧，有惊喜。我觉得他们选一号，肯定不能跟着他们选一号了。首先，一号里一定因为轮到他们，一定不是钻石，一定不是钻石，因为他不敢赌没有人跟他。对。我赌吧，我赌吧，我一手吧。我赌他没有动箱子，我还是选四号。那何老师为什么能拿四号？是不是他们结盟啊？有对，有可能。想一想，最保守的就是跟着选四号。但是是我们先拿哟。我们先拿。哎，对，我们先拿。但没有人跟着一号。你觉得场上哪有谁会跟他了？哦，那这个钻石就我的喽。我觉得反而一号有可能，真的如果是的话，那可能就是钻石，因为怎么没有人会跟他一下？为什么没人会跟他呢？因为他是打反魔镜嘛。我就没跟啊，刚才一说完就后悔了。那你们会选一号？就是在想，我们就是在想这个嘛。